泥潭怪物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快踢球啊！快点快点，踢过来踢过来！好嘞，瞧我的，嗨！球是本王的，可不一定。哎，看我的！棒棒，你技术也太差了，还不快去捡回来啊！失误失误，踢得有失水准呐。在哪儿呢？谁在那儿？怪物有怪物，快跑啊！救命啊！有怪物啊！救命啊！本王亲眼所见的，好吓人啊！真的吗？有怪物，有怪物，怎么办呢？树林里，树林里有怪物，好恐怖的怪物！哎呀，别瞎闹了，啥怪物怪六的？俺问你有没有见到熊二，他几天都没回家了。我没有瞎闹，真的是有怪物啊！一身的泥浆，满嘴的獠牙，好恐怖啊！说不定熊二他咋了？他就是被那怪物抓走了。熊二啊，你真的是太可怜了！棒棒，瞎唬啥呢？俺天天待在这林子里，从来没见过啥怪物啊！哎，那熊二怎么会不见呢？也许，哎呀，可能是被光头强给抓走了。光头强？俺去找光头强。哎，熊大，你小心啊！谁？谁？没人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里怎么会有一大滩泥巴？谁在那儿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怎么没了？奇怪！怪物呀！有怪物啊！哎呀，光头强的家找了个遍都没有，熊二到底去哪儿了？快跑快跑，回家就安全了。熊大怎么在这儿？真倒霉，这真是前有狼后有虎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蹦蹦说的可怕的怪物。不会吧？难道真的是他？真的是他把熊二抓走了？怪物，把熊二交出来！熊大这是怎么了？把熊二交出来！把熊二交出来！逃命要紧！怪物！怪物！怪物！交不交出来？别打了！是熊二！熊二！俺之前一不小心掉进泥潭里，就想去河边把身上的泥巴洗掉，
可是俺咋洗都洗不掉呀！好像还真是熊二啊！俺就想找小伙伴们来帮忙，可是当俺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大喊着“怪物呀”，然后就全跑完了。熊大，俺好伤心呀！你也嫌弃俺？熊二啊，来，咱们来说说正事儿。哦，这样啊，光头强骑马最近就不敢在鸡森林砍树了，对吧？熊大，你还挺聪明的哈。那必须的，指望你啊，光头强早把树林砍光了。来，借你点泥巴用。哎呦！熊蛋呢？怪物呢？在哪儿呢？泥巴！别过来！救命啊！有怪物！救命啊！有怪物！怪物呢？你在找俺吗？救命啊！好像没追来。哇！救命啊！怪物啊！真的有怪物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啊！好累啊，怎么甩都甩不掉啊！这次不会再追来了吧？哇！快出呀，熊二！救命啊！太吓人了，树林里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怪物了呀？又追来了！应该甩掉它了吧？我一定要把它甩掉！救命啊！没动静了，难道甩掉了？看样子是追不上了。把它甩掉了，哎，这次也太险了！哎呦，好险啊，好险呐！哎呀，真的是好险呐！嗨，怎么还有一只呀？哎，光头强，咱们俩好好玩玩吧！救命啊！妈妈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有怪物！有怪物啊！熊大！哎呀，熊大，你可是演得太好了呀！熊斯卡影帝非你莫属啦！那必须的！不，
保护森林，熊熊有责。耶！这次光头强肯定吓到半个月都不敢再出来砍树了。光头强养蜂记上。有那两头大狗熊在，这树肯定砍不成。看来这个月的工资又没着落了。工作压力大，工资水平低，蜜蜂养殖绝对是您轻松致富的最佳选择。我们不但为您提供技术服务，而且还卖蜜蜂，一分投资十分回报，还能当老板。观众朋友们，您还在等什么呢？这样的话，赶紧致电我们吧。我光头强再也不要受李老板的压迫了，我要养蜂当老板。就这么干。哎，是养蜂公司吗？是的。我要订购蜜蜂。请问您需要订购多少？等等，森林里不是到处都有蜜蜂吗？只要把蜜蜂都抓回来就不用花钱了。从现在起，我要亲手打造一个强哥蜂场。对了，先得做些蜂箱。哎呀，谁呀？这么吵！啊，光头强，又在砍树。你什么东西啊？走开，走开！就你这只小地鼠也想来挡着我砍树？去去去，一边凉快去！哎呦，太吓人了，我得赶快告诉九大熊二去。嗯，光头强，早上才刚惩罚你，这么快就忘了？看来得给你点更厉害的瞧瞧。熊二，上啊！救命啊！狗熊打人了！熊二，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虽说我砍树不对，但好孩子是不可以随便打人的。蜜蜂可真好骗。啊！救命啊！哦，又来！啊！怎么都围过来了呀？原来是这样，撤不下来呀！啊！哎呦，这样抓蜜蜂太危险了，得想个稳妥的办法才行。哎呦，但蜜蜂怎么可能乖乖听我的话让我抓呢？啊！蜂后是蜜蜂的统领，优质的蜂后能够培育出更优质的蜜蜂。对呀，抓住了蜂后就等于控制了蜂群。对，正所谓擒贼先擒王，这次我一定能成功。哈哈哈哈！看我的家传飞天棒！老天为什么不让我再长高一点呢？好像是大狗熊的声音。哎，哈哈，找到了！这下加上熊二的水果，午餐可以吃个饱了。哎，对，那是够不着啊。这头熊想吃蜂蜜。对了，我可以等大狗熊拿到蜂窝之后就抢过来呀。给你。正好有根棍子。哎呀哟，谢了大狗熊。光头强，快把蜂蜜还给俺。这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救命啊！你还是把蜂窝给俺吧，不然待会儿蜜蜂全涌出来，你就惨了。完了完了，再没这医药费，
没办法了，只好找大狗熊帮忙了。只要我有了蜂后，要多少蜜蜂都会有的。大狗熊，我把蜂窝给你。你会那么好心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有条件的。哼，说说看。这个，我想看你是怎么驱赶蜜蜂偷蜂蜜吃的。就这样？哪天我心情好了，也用你这个方法。那你可得节制点啊，吃归吃，可别伤害蜜蜂啊。一定一定，接着。哎，好吧，那你先躲到草丛里。好，看好了，小菜一碟。这种方法也就你们这两头大狗熊能做到吧？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哦。机会难得，赶紧抓到蜂后走人。在哪呢？看到了，看我的！终于抓到你了！哎呀，我最怕蜜蜂了，蜜蜂好可怕呀！别追我了，我再也不敢吃蜂蜜了。哈哈哈哈，这么胆小还敢吃蜂蜜呀？嗯，回去用熊二采的水果蘸蜂蜜吃。别紧张，强哥特意给你做了新的蜂窝。冷个冷个里个冷，什么声音？啊！要蜂后在手，蜂群就不会乱来。你们听着，现在蜂后在我手上，通通给我后退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把它给烤熟。非常好，只要你们言听计从，蜂后就会平安无事，知道了吗？一中，向右看去。听着，现在帮我把丛林里所有的花都采光。只要蜂后在手，蜜蜂们就会一辈子乖乖为我采蜜。春天花会开，会开，好香呀！咋这么多蜜蜂呀？救命呀！插花技术越来越好了，我的花！哎，在花丛中睡觉真是舒服啊！哎，咋回事啊？哎，咋会这样啊？那些蜜蜂都疯了，不但抢俺的花，还蛰俺的屁股，连我拿来装修房子的花都弄烂了。这些蜜蜂平时也不这样啊，就是采蜜也没必要把花都破坏了呀。记得他们是飞向光头强家的方向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嗯。这么美味的蜂蜜，必须卖200块钱一瓶。而且我有这么多蜂箱，每箱都能榨出那么多的蜂蜜，到时候。果然一切都是光头强干的，居然想利用蜜蜂们赚钱啊！那我们赶紧救蜜蜂。嗯，哦，小蜜蜂，小蜜蜂，快走吧，快走啊，小蜜蜂，快呀、啊！快，趁光头强没发现。哎，呀，哎呀，快走呀，快走！是是，别待着了，快走呀！奇怪，蜜蜂们咋都不走了？大狗熊，大狗熊，快走啊！他们不会听你们的。快走开！现在明白了吧？这些蜜蜂都受制于我了，你们是打不赢我的。蜜蜂受制于光头强。蜂后，原来是这样。图图，怎么样？怕了吧？
偷渡，趁现在抢过来。好，嘿，拿到手了，好样的！皇后，自由了。